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11期的节目。今天是10月5号，本来今天是一个台风假，但是我们台南这边外面目前没有风也没有雨啊，反而昨天晚上的风比较强一点。那么呢，今天的话呢，给大家做的这一款是变形金刚第二集的时候日版的传奇级的商品。这个系列呢，其实放到现在的话绝对都是真品，特别是这款音波，我真的很想要把玩过一次啊。其实中间这几个这三个我都没有玩过，那音波也没有，应该说这四个我都没有玩过。那 OP 跟 Megatron 我是已经拥有了啊。那今天给大家开箱的是这一个，这个是威力。那么这个系列的话，如果说你有想要脱手的话，拜托可以联络我一下，因为我还蛮想把这一套给拥有给收起的。那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它的说明书，它把博派的成员全部都印在了这一份上面啊，所以说它是可能就是狂派的就是单独一份，那博派就是一份的说明书。那么变形金刚第二集里头有这么一个人物，他本来是狂派的间谍，后来被人类的女主角给驯服了啊。那因为被驯服的关系呢，我们来致敬一下，我们要一个驯服的一个仪式。好，他驯服完了，驯服完了之后呢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博派，好是吧？然后从此他就可以活到好像，据我说第五集好像也有出现吧，还是第几集？反正第四集还有看到他了啊。Anyway， 这款玩具的话呢，作为一个传奇级的玩具，它是非常及格的，比现在的传奇级已经好上很多啊。虽然后方有一个很巨大的背包，很空。然后后面也没有什么细节，但是乐趣性绝对是很够的。大小尺寸呢，跟现在的核心级相比，小了一点，但是比现在的传奇级已经有诚意很多。最有趣的还是它一个头，虽然它的头只能够前后动，但是这个前后动已经给人很有趣的一个表情的感觉了，对，不愧是表情包之王。脸上没有其他可动了，然后嘴巴是这样子，有点像是有几颗烂牙一样的感觉啊。手臂这里是一个球关，可以往内外动。脚的话呢，前后动，还可以侧踢，可以打开。我不晓得这个打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，撒尿吗还是干什么啊？好，那腰身的话就没有办法转动了，但是一个传奇级的玩具来说，这已经是非常的赞了。好，那就我们来进入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啊。所以那个头直接往后面推进去啊，塞进去就可以了。然后两腿呢做个简单的合并，合并完之后呢，这个地方推过来啊，这里可以看到这里灰色的两个灰色的凸，这里有两个蓝色的凹，把它扣进去。扣的时候要需要用一点力啊，真的需要用一点力，而且要对得很准，用力扣下去。再来的话呢，后轮的部分呢就往下面推进来，推进来之后呢，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凸在这里，把这个手臂给转进来，另外一侧把轮胎一样转进来到这里。这个两手啊，你其实它是应该要扣的，但是非常的不好扣，捏的话很难捏，几乎捏不准。那不捏紧也无所谓了啦，因为它就是已经在车底了。那滚动性不好，不好的话并不是因为不能着地，而是它这个轮胎很紧，它很紧，它只有特定的角度才能够推得松，它有点歪还是干嘛的啊？反正就是心术不正的家伙嘛，对，就是轮胎就歪了啊。那滚动性就不要太去奢求这个，反正就是，一个后空翻之后还能够站稳呢，还不赖吧啊？那是一个小体型，而且是绝对是很有疗愈功能的玩具，机器人的一副贼的模样，还有这个可爱的一个遥控汽车的模样，啊，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。当然现在也很不容易买到，就像美好的回忆一样啊，有些已经逝去了就很难买回来啊。我最近看到我的一个跟我差不多同时期做模型开箱的这个王老师啊，他最近脱坑了啊，一口气把他收藏了14年的变形金刚全部都卖掉了，整个人就完全脱坑啊。这个看起来我也是有一点心有戚戚焉啊，有一些很久以前一起玩玩具的朋友啊，现在也离开了，当然说不定以后还会回来了啊，这个也很难说。人生的旅途上啊，总是有人来来去去呢。那相信胡夫汽车也陪各位呢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啊。我经常说的啊，我也知道很多人都说我是他们一代人的回忆，这一点我深信不疑。未来我还会持续更新啊。那就希望各位继续给我支持。那虽然我现在的职业有所变化，各种的一个人生的规划呢都不太一样，但是各位只要愿意把我的节目来回看个一遍啊，点个赞啊，3连我也不介意啊。虽然我一直说
看我的节目不重要，但是你可以点完再走嘛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